一只要拆电池，等一下我放一首歌给你听，不知道你没听过，听了好声音了，听过好声音。昨天前天晚上有没有给我放过？没，新的，今天我下载。等你听完这首，先把这首歌听完了。嗯，我知道你爱听。我一般是一段喜欢一段一段时间喜欢一首歌，我也是，然后就换拼命听，就很有对单曲循环。想干什么？摸没摸？还等你叫骚了，转头摸。你这才摸。嗯。小心一点，别冲到这里，这个是不防震的，昨天那台有点防震的，是不是吧？你看那人越来越专业，哎，等一下，刚才就行了。对了，是不是触摸，就是那个瞬间捉摸的那个能力不够？这个怕是鬼了，就算了，就展示这边了。随便央一央就行，对了，可以，这好像都不灵。你要把它想象的不灵，把它弄得灵的感觉给客人看到，当然是可以的。你一收玫瑰，你黏不住我嘴了就知道了。好像拎了一。手榴弹一样，哇，越来越香了，枪射，对，枪射很容易把我扎进去，给你打一下。哟，扎了你进去。好强，赶快闪啦！枪是很容易中枪的吧？对。马云，当机立用。听歌要拿出来的，没那么幼稚。哎呦，潘博，潘帅。以前超喜欢他的，现在不喜欢了，现在一般般了。嗯，可以咯，现好好的，明天可以把那些上完了。哎，要不打开一下，我觉得没问题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可以不开空调是吧？没有，忘记开了。可以打开的，可以。可以啦。又把。